Wir bitten hiermit einen V1-Luftschlag. Wie warm sind die Paar? Unterwegs zu euch. Ja. Bonnie.好了，我叫 Viva 呢，我到了。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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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八个。你就你！真是偷吃的真香。Ich bin erledigt! Helft mir! Ich hab's erwischt! Helft mir! Hey, der wird da die Munition hier! 66 6660! 火炮还不能叫，我们这边有人叫火炮，也是让叫完了。Ich habe Granate. Ich bin gleich hin, ich bin gleich hin. Ich bin gleich hin.他们有光就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感觉 bug 叫人 An dieser Position wird Artilleriebeschuss benötigt炸三个，四个，呵呵好爽哦、喔！那些东西是不是有炸？又炸了，超爽，一仔，感觉，好多人在那里动、喔，没拉掉是不是？拉掉，拉掉，好多在那里动、喔。然后 V1 加火炮应该炸死几个，嗯，可是还是炸不完，那洞真的太多了。那、no, 我们刚这边一直叫，都没听。什么游戏好玩？基本上一般被压的话，通常会躲后面来。哎、欸，对啊，小三在对面。嗯，小三过来，小队一个路人啊，小队过来啊。干这谁啊？有怎么有一个人进小队都没不认识的？小三过得来吗？就玩的。他过来，他过来，他过来。哇，这官方手，真谁啊？为什么进我小队？所以都有位置吗？都有，都有。先不提了。我们现在六个人呢、啊，刚好三三。哇，你在车头打我，开那边。刚总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前后闪啊，靠，打不到他，太累个。感谢某某人估中的一个粉丝荧光棒。
爆了，爆一台。对。输的那边好像有这个逆。有人，有人逼脸、欸。后面来，后面来了。得到。好康。这波天秀，还有还有，下面水沟还有两三只以上，准备车来了。走水道啊，注意啊！单车来啊！就是不拿 A 直接走水道。哎、欸，后面后面你们后面看到了，照顾来了，三个红军。六六六大神来了，打了三个了，该灭团灭团了吧？残血哦，杀剩一滴。水道的应该灭团，我再造一个。造了吗？等一下，等一下，造一造，造你啊！那是坦克。我再往前打一点。那个坦克快爆了，爆掉！快爆了，快爆了！没弹药。我没弹药。没有他，他还有九十滴耶！我看这边，他打了。哎、欸，一点右前来一堆。哈哈哈，优秀。干。坦克，然后坦克在上面打，妈的，一点右前打一堆了，五名。OK。有人进了旁边的小屋了。点，一点掉。躺着躺着的，有一只躺在我们家的房子弹药箱这一栋。你真厉害！那个不能救、哦。哇，上面都是人。打我那只已经被我打打死了，他跟我一起死了，可是我不知道这边哪上面有安全。秀，都在秀。我打的时候好多。干，坦克在炸，坦克在山上哦。哇，有坦克太久，太狂了。干，两台在山上。他那个是重坦，不好打。唉，要从水沟那边溜过去，他们下面真优秀。不然这边远距离的话不利。我看一下，我从啊，他才是在从中间踢的。
车底下躲一只，不要了。他们打信号弹啊！我在你那位置应该没办法。很嗨，很刺激。右边房子，搞定。还有，还一只，单上吧，右边单上。哎呀，我难受。感谢四维门楼级轻送力一个总。干就是透明人，妈的，透明人间，干没弹药了。开始，人家打。自杀的。旁边后面的坦克打了。A 点的 A 点掉、哦。哈哈，666666。A 点有坦克在打 B 点。我不擅长打远，没那么孬。太怪了，坦克，他开起来了。靠，另一个方向的坦克打过来。臭阿明！臭臭明，你怎么那么臭？一点近的水倒一堆过来，666666，加油，么么哒！我去，一定要掉。我去，这个童真信标直接一只手。会吧。你干 A 在拉 A，A 在拉也 A。能不能进去一点？哎，没拉掉。哇。看小三一直这么秀。中我两枪还不死，两枪头哎、欸！我刚有看到从空气里跑人出来，丢我手榴弹。所以说这把枪两枪头一定死啊！好，可以换机枪了。
有人去呢，应该是右边吧，找一颗。有一只要从右后边到，两只。他们有人要从右边河道到。 等一下，先要弹，我要叫火炮。等一下，我拿弹药过去右边。右后爆。哦，右后被突突破了。666。把这个东西打爆。你们要点。 有一只趴在那个右边走廊的箱子上面啊，差点要掉，叫火炮的怎么让他压进来？哈哈哈哈！妈，脑神剧。 天龙猛人突进了一个种子，干太好笑了吧？干这一直被压制这种重生，妈的！你为什么这么优秀？ 直接爆头啊！多强！他太强，激动！小心！快点要跳！ 左边被突破有吗？差一点被突破。OK， 敢拿步枪，敢拿自动。应该可以，我就慢慢。换把枪，换把枪。
jetzt die Sprengladungen an. Gott, so sei. Ich darf mich. Kann hier jemand? Ich darf mich hier.走到有人，走到后面，走到那个门外有人。在那边呢、啊，他驾驶了，不要救，不要救。左前方有山坡上有坦克，他在最外面。卡车看出去，爆了。有尸体的箱子后面有毒，看他直接穿烟打后面。哇！这边就直接穿烟打后面，快死！有进来，有进来喽！残姐在右边，半截。没有人打他、啊，没掉，打掉了，我打残了，没人打他，掉了掉了，哇靠！我冲进去杀这么多了，还掉，而且还叫火炮了，干我都不能重生这个点啊！然后那个有时候会 bug， 哇去！靠近边界勉强能救，夸张哎，这边这样都守不住，都冲出去杀好几波了。又他妈透明人间，最左边有人啊，最左边。他们叫火炮炸半车，敢差一滴哦，太早收下。后面都进来了。尸体那一边，那一条路是。我在抢。Für dich Munition. Du musst das Ziel dort verteidigen.坦克进点，坦克他吓到退了。第一，这么回事？做坦克杀这么多都没人反应。
房子角落门那边躲一个。是。左边有坦克，玉山小狗局。哦，被一个人轻视的，两个点。但你还是一样菜啊！哎，把 B 点的没有打。干，他们有叫炮车哦，有炮车哦。那突击步要两万哦，炮车是叫得出来的。你要叫的话，我叫。我觉得刚刚中间那个点应该要一个小队，然后一个医疗负责丢烟挡住载具的视线，才可以清掉右边那条直线。烟要丢边边，不能挡到打步兵的视线，是要挡那个载具，不然右边载具每次都很烦。那对啊，因为载具它可以从很多地方打，只要挡他们的视线就可以打他们的步兵了。87秒醒来晚啊。
我塞你屁眼！我就得一开。你鱼的声音。有高倍镜的狙在桥头呢。点上 A 点是没。正面，正面有人，正面有人，干不开枪。撞到吗？没有。哎、欸，旁边有人。哦、撞到！碾死了！看碾死的爽。二楼。不要闪掉，底下那边还有一个。桥头有一个红点。然后下去打咯。好，你下去打。桥位置。A 点左侧 ，A 点左侧。点外还有，欸、打下来了，准备开上桥，开，